喂，喂，我已经到民政局了，9点了，我还要上班呢。你在哪儿呢？哎呦，你在哪儿呢你？哎呦妈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真的没骗您。哎呦，我们两个没吵架，这两天呀单位忙，就住单位了。我们两个来民政局不是要离婚，是要补办个结婚证，证不是丢了吗？哎呀，您别操心了，啊，挂了挂，哎，您先挂，您先挂啊。 您到了，知道打电话不知道看信息呀您。发微信了是吗？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你这个信息回什么回呀您？我怎么都不对呗，就是。走吧。民政局在这边呢。先到旁边拍个照片。你什么又结过婚吗你？拍照片那咱俩得穿一样的衣服啊。上次结婚穿的什么你记不记得啊？对，是照看，对，没错，拿手你就指他，你就捂他嘴，你弹他脑瓜崩，好，很好，特别好，完全用不了啊。为什么呀？严格来说，这结婚照属于证件照。 可以表现得很幸福，但是需要控制。您二位刚才蠢蠢失控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来，不要上蹿下跳，咱们来一个稳当一点的啊。好，来，三二，稳当。祝您二位百年好合，谢谢。恭喜恭喜，第一次，第一次。你好，拍结婚照，来拍结婚照是吧？对，等会儿吧。等谁呀？这也没人排队呀。 等摄影大师回来哦，摄影大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摄影大师还没走呢，换张卡，别着急啊。这个人好奇怪呀。哎呀，摄影大师嘛，总要有点个性。大喜的日子，咱一顺百顺。听我媳妇儿的，一顺百顺。我这一辈子呀，我跟你我就没顺过。我怎么都不对呗，就是。 照相，姐，我是照相的，我知道你是照相的，抓紧照。大姐，我们都是照相的，20块钱能活2个人抢啊！他们是来照相的，他们不是来照相的，不是摄影师穿着情侣装的，没看出来呀？你这，哎，这么多人呢，哪对先开始拍啊？大哥，我们先来的，我们先拍吧。谁先站好，谁先拍啊？好嘞。 大哥大姐，我们一顺百顺，他们先拍吧。好，来，啊，我们两位，你不先拍了啊？那你刚才催我干什么呢？不是，我大师都让你催平庸了都。来，两位先拍是吧？来，这位男士把手放下来。 这位女士，把手也放下来。这位男士，把手持续放下来。来，男士靠近你是一些，对，再靠近一些，再靠近一些，在你的一边倒啊。你多少天没有洗澡？2礼拜，你不让我回家。这个倒啊，是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。来，咱准备再倒一次，321，倒。怪我了，肯定是怪我没说清楚。 倘若要倒，也是头往里倒，对不得？再倒一次，来倒啊！来，得看我，对，得倒，哎，看我来也是倒，别太往前，你得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偷拍你俩呀！你这个嘎呲呲呲呲，你可烦不可烦上？我们就是不个结婚证，怎么把你嘴对这么凶动？他骂我什么玩意儿？歌词大意差不多得了。哎呀，这差不多能行吗？我们这一行是有爱的。 就我这照相机里边，没有一对情侣是不幸福的。来，两位新人，请起立，给他们打个样，笑，看笑得多好，多可爱，多甜蜜，请坐，没有用，没轮到你们，我先抡您二位，所以二位请把笑容馈赠给我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笑，哎，停，这个笑呢是没有毛病了。 笑里不要藏刀，好不好？两位状态不太好，下来休息一下。来，年轻人先上，真到我们了，抓紧吧。哎呦，我就说我跟你这一辈子我没顺过。不是我怎么都不对呗，就是。老公，我紧张。我比你还紧张。来，不要紧张。<笑>
想一想开心的事儿啊。开心的事情，开心的事情我们多呀。老公，咱就想下午要去提车了。哎呀，我太喜欢那辆越野车了。提起那个越野车我就生气，我不让你买，不让你买，你非要买，又贵又费油。越野呢，你越过什么野呀？你越的最大的野啊，是不是那个减速带？哎，哎，两位，表情怎么那么木讷呢？开心吗？开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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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！老公，咱想想，咱妈在家给咱炖红烧肉呢。哎呀，老香了！你瞅瞅人妈，瞅瞅你妈。哎，那个，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几位啊，你俩是一家，你俩是一家，各过各的，别老串门，互相影响啊。盯紧我的镜头就可以了，好吗？啊，好好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公，咱盯紧那个镜头，不看其他地方。嗯，那镜头啊，就是咱家的大房子。到时候把几个老人接过来一起住。我就说不能一起住，不能一起住。一吵吵起来，一个问题八个声音。咱家一共七口人，哪来的八个声音呢？那狗没有跟着叫吗？那个狗啊，你买下的那个狗袜子。咱先不说狗和袜子了，咱就先说您二位啥时候下来的呀？拍照应该站哪儿啊，宝贝们呐？他俩太扫兴了，我俩歇会儿，让他俩先上吧。那好吧，两位休息一下，换成这两位，又是他俩，来。这回啊，谨记一个小口诀，就是头朝里，手放下，脚站住，冲我笑，准备。媳妇儿，你没生气吧？不生气，只要有你陪着我，让我等多久我都不生气。嗯啊，切，停，笑得不好，再来。哎呀，老公，要是以后咱俩吵架了，你会不会一直让着我呀？不会，我根本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哎呦，行。笑得真的不好，再来。那要是我老了呢？你会不会一直宠着我呀？会啊，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老宝宝。嗯，你说当年你这么跟我说的，你笑不出来改哭了是吧？大哥大姐，我们惹不起，我们躲得起。媳妇儿，这照片咱俩今天先不拍了，走。那怎么行啊？好不容易选的日子，这怎么拍呀？哎呦，你怎么能跟你媳妇这么说话呢？不是大姐，我们就想拍个照，就这么难吗？站在上边也不行，坐在下边也不行。您想让我待在哪儿？您说。大兄弟，结了婚就这样，怎么都不对。不是大哥，大哥，你就别说话了。大姐，不容易啊，让我进来拍一个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我必须得处理好，要不然这个照片今天。你俩这张照片拍的倒是特别自然。来，小伙子，来，我们也拍一张。来来来 来咔嚓，来，别咔嚓了，大姐，这是我老公。是，我知道是你老公。你干什么？你干嘛呀，大姐？你看你刚才笑的那个样，嘴都咧到太阳穴了，你。我嘴有那么大吗？看见谁你都笑，你就看见我你笑不出来，怎么了？我是一根针，你看见我就疼啊，你啊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大兄弟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对呀，大哥，这话说的完全欠考虑啊！这是我媳妇儿啊，大哥。大姐，别生气了。人不说嘛，两口子不能老吵架，那是在消耗爱情。我没有爱情，消耗什么呀？大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你结婚你就知道了，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呀。我一个人做产检，一个人开家长会，过生日我都是一个人，我害怕人家笑话我，我还给我自己买了一束花。哎呦，那时候你在哪儿呢？你不是当着外人差不多得了吧？再说了，你过生日我没给你买花吗？我你买的那叫花，你买的那是多肉植物。鲜花专卖店买的，人说这活的时间长啊，这个。再说了，我招起来，我一出差就三个月，回来以后呢，那孩子管我叫叔。哎，我说什么了？我也没原因，我。那是我不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给你承认个错误啊！哎呀，我错了。哎，你对的。哎，我错了。你棒棒的。我错了。你没有错。你看你这样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你有没有担当？你。担当，我吗？我没有担当是吗？大哥，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，我全都给你了，我还没担当啊？要不这么着吧，你觉得谁有担当，你找谁去，你跟他过去行不行？大哥，我不得，我没有离婚，我现在找还犯法。那咱俩别过了行吗？我让你合法行吗？大哥，我就不过了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当着外人的面，你给我留面子了没有你？你
好好量量，咱俩谁脸长，谁更需要面子。停吧，停吧，停吧！大哥大姐呀、啊，你俩吵架别把我俩带着呀，我俩完全可以不在场啊。这照片我俩今天不拍了都行，这婚我俩今天不结了都行。对，我俩不结了，不结了。对，不结了，不行吗？啊，那不结就不结了。啊，大姐。谢谢你刚才给我上了一课啊！听完你说这些，我对男人完全失去信心了。今天这婚我不结了，不结了，不结了，说不结就不结了，不结了，不结了。你们俩不结了，那责任不是我们的吗？我媳妇说的对啊，哎，这锅我们俩可不背啊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接呀，很简单。哎，你看眼前这个姑娘，无论是生病还是健康，贫穷还是富有，你会不会永远跟她在一起？说，你愿意？我犹豫。哎，你愿意？啊，我愿意。哎，好看这小伙子啊，无论他将来是贫穷还是更贫穷啊，有病还是有大病，说你愿意嫁给他？说你愿意呀？好，他说他愿意。来，司仪上。接住你们必须百年好合，哥祝你们永结同心。对，感谢双方父母的精彩。下去，好嘞。下一步啊，随份子来，这是姐的份子钱，拿好。你的什么呀？钱呀，你钱你我。他没有，我垫上来啊。下一步拜天地，你们两个人拜了天地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哎，对，这我俩也不会呀、啊。笨呐，拜天地特别容易，我教你。媳妇儿，咱们两个给他们两个打个样，打个样，学着啊。哎，一拜天地，拜；二拜高堂，多简单。夫妻交拜。大哥大姐啊，你们是不是想起来点啥了？让我发着呆，呼吸着安排，回忆好像只是简单。大姐啊，大哥让你擦擦眼泪。大哥，大姐让你回家洗个澡。大哥，可不是让你在这儿洗啊。结婚这么多年了，这衣服都瘦了。那是我的。这是你的。哦，穿错了呗。我没听清，再说一遍。我错了。行吧，你看我怎么都不对。好，真好，咋这么好呢？现在啊，我是看哪哪都对了。来，两位新人，三二一，爱情真奇妙。谢谢。